很多人说三星手机就是智商税，价格贵还不保值，但如果你有一个在源头批发地的朋友，价格肯定会颠覆你的认知。官网三星 S23 Ultra 顶配12699，但是在这里只需要9000多就能拿下，立省3000。如果你可以接受二手，再省下几千，完全不是问题。像我们今天回收的这台三星 RC21 Ultra 顶配12+256G， 性价比真的很逆天。和 S23 Ultra 一样的 2K120Hz 超清大屏，一样的10倍光学变焦、100倍变焦，一样的一级像素四摄，关键256G 大内存，拿货只要2800。我们做批发啊，一天出货几百台的 iPhone， 回收的机器啊，尽量做到便宜出。毕竟拿货的话它有账期，而回收的都基本都是铁粉，我们尽量做到当天打款，不负信任，细水长流，顺带赚个好口碑。